我都要去和亲了，怎么还叫我过来排舞？嘘，如此良宵美景，如果我们光在这里斗嘴，岂不是浪费了吗？ 第一式挥手式，双手举高，左右摇摆的同时，腰部朝反方向扭动。第二式撸发式，单手拂过头顶，头向反向转头，另一只手平举于眼神齐平。第三式电眼式，左手轮流摆出叶的手势，眼光炯炯有神，平视前方。第四式叉腰式，左右扭动腰部，顺势前后叉腰，同时扭动双肩，可以两两配合。 当然，婚礼嘛，开心最重要。你还可以选择 freestyle。这位岳母大人，您这妖娆的舞姿，精美的歌声，这人家观众误解了，是因为徐老师要结婚的。人家老公都看不下去了呀，还有那位岳母大人，霹雳舞跳的如此娴熟，连您的闺女都要甘拜下风啊。话说回来，何炅老师怎么带着导演上去了？这样片子还能好好的往下拍吗？ 拉导演入镜是我强项。好吧，说正经的。听我说，手牵手，一路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我。昨天已是过去，明天能够回忆，请将你要嫁给我。怎么样，学会了吗？
这是一片美丽的大草原。音乐走起，眼睛里面要看到蓝天和草原。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。讨厌的夏洛真的很活泼。陈晓，你跳的时候可不可以挪动一下步子？好，准备，耶，开始。哇，现在正好每队都剩三个人。他们采取了一对一的这个防守。一号机动，好机。三号动作。哇，这个比较难的。反一反。一个动作，兰花指啊，这样。换肩啊，这边换肩。啊，换肩。这是一号。第二号，二号动作。第二动作，这个啊。啊，来。笑容满面。三号，这个。左一下右一下啊，这样是吧？哎，四号，一到四号就要转个圈。OK， 来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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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